璇秀113公分美腿，示范伸展运动。乒乓陈思璇也有一双113公分的美腿，今天就让她来教大家如何维持完美的腿部线条吧。那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呢，我就会先拿这种像是小腿喷雾的舒缓液，然后喷在小腿肚上，让那个小腿稍微血液循环一下，然后让它新陈代谢快一点，然后就可以舒缓你肿胀的腿部。有时候要塑腿，我们要经常刮腿。经常刮腿的话，可以让你的那个经络比较顺畅，然后有排毒的效果。那所以我会有很多的工具，比如说像是这一根，这支非常好用。这个是其实是叫瑜伽棒，然后你要按压，哦，好酸哦。这个地方就会看起来就是会有按摩的效果。我现在刮这样子，轻轻刮一下，其实你两只腿比一下，它应该就有比较细。它其实是立马有效果的。哇哦，杰克，这真是太神奇了！他接下来还示范美腿伸展运动。有个方法呢，可以教大家，就是如果你有随手的一条小毛巾或者是一块布吧，你就把它拉长。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呢，就是你把你这个放在你的脚板的地方，然后拉住它，你会发现这里很紧很酸，这样就会舒缓到你的腿部。除了练美腿，也来顺便提提臀呗。你用高跪姿，然后脚往上抬，那你会发现你这里都是用力的，臀部也是用力的。每天做呢，保证你有翘臀。上动新闻，大家一起来练腿哦，报道。